想请教一下，因为在新竹选区，柯美兰是以无党籍的方式参选，但是柯建铭今天就说，在这个选区明明就是新竹出生，那怎么柯美兰会用无党籍的方式参选？那他还说就是要不要全区域都是以无党籍来方式来参选，就不要用民众党身份来？那怎么来看他这么回应？那可以找我妹妹讨论看看。我对你还好，我对妈妈还好。